你知道水也能卸妆吗？1028深层洁净保养卸妆水，质地像水一样，能把妆卸得干干净净。哦，你们看，真的是水耶！只要把沾满卸妆水的化妆棉，先敷个10秒，来喽。再轻轻擦掉，哦，彩妆都不见了耶，厉害厉害！别忘了眼睛周围的彩妆要轻轻的擦，才不会让皮肤长细纹哦。接下来，轻轻的把脸擦一擦，卸妆水就能透过小分子净肤配方把彩妆清光光了。而且，这里面还有双重玻尿酸和维生素 B5。让你一边卸妆一边保湿，同时完成洗脸跟保养哦。